大家好，我小六。今天放假了，然后呢，妈妈他们在这边摘水果，然后我听说要拿出去卖，然后过来看一下。妈妈，哎，小六来了。啊，今天你不吃吗？啊，今天放假，今天放假了。小六今天放假，所以他又跑过来帮忙捡水果。今天就摘一部分送到现场去。开一个试一下。小乐一来就尝水果了，我试一下，看起来很不错。很脆，这个肉质吃起来这个水分很清甜，很甜。这种也是熟的，这些全部都是老根的水果，就特别的甜。像这一天我已经种了8年以上了。哇哦，乖毛啊，是小弟，哇，这么大一块。我们先挑这些大个的先摘出去，等那些小个的它还要可以长大一点，它是一批一批的长啊。我还没怎么样，摘了这么多了，刚才看到小六吃了，我也想吃。你看，现在还没打开，这是果汁都泡出来了。你没看，这样打开没有水分，其实它里面全部都是，全部都是汁。里面的都是果肉，果肉了。因为这里是水田，所以这个路也不是很好走。现在已经捡了10多筐了，先把这些抬到路面去。这一筐有70多斤，还要继续的抬啊，抬到那个三轮车那边。好了，我先把这个去放下来先。电脑。好了，终于装满了一车，辛苦了小六。今天幸好小六来帮忙，要不然没搞得这么快。那么多筐。好了，如果大家喜欢吃皇帝柑，就来九妹家。或者叫小六家也可以。喜欢九妹的视频，继续的关注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大家想了解九妹最新鲜的土特产，请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九妹。
小妹，今天我再回娘家吃个饭，就是我这个姐妹，她已经到柳州那边工作20多年没有回来了，所以我20多年没有见过她，聚一聚她回来了，所以我要聚一聚喽。阿迪，来阿迪。九麦，我的天哪！拿了八个，还有一个其他的水果。花生，嗨，哈哈哈哈哈！靓仔耶，点点火火吧！哈哈哈哈哈！来点点火火，好了好了，来这里吧。什么烟？我来烟。来来，你来拿。嗯，搬进去了。也得，给我了。全部给你拿了。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干嘛你爷爷啊你要那边你看九妹来我们家吧他一天看九妹这就是我们20多年没见的姐妹了是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九妹他们好久没有回来一次所以小孩子也是粉丝的哈哈哈上桌了你看啊去吃饭啦你的台风两分啊真是我放你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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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我们就开饭了。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娘家人，都是农村，都是大家住在一起热闹。其实菜也很丰富了。我们都大家一起吃个饭，都看到我这个姐妹20多年都没有怎么变过。也欢迎她到我家去玩，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也到姐妹家玩。那我们就要开饭了，不要耽误我这些婶娘还有我姐妹吃饭。在附近的可以过来一起吃啊。喜欢姐妹的视频继续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就是百香果花了。大家好，我是九妹。这两位美女是北京过来的，所以她想了解一下我们南方的水果，所以带她过来逛逛。我就给她介绍了花是怎么一步步结果，然后是怎么采摘，也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分享。走了。现在这一批开花的话，都要有2-3个月之后就可以采摘了。你看里面那个，看到里面中间那个就是百香果了。到时候它长出来的时候，这花瓣就会干了，之后就会掉，然后百香果就长出来。清明节的时候种，现在才长这个果这么大了。是不是很划得来啊？当年种都当年可以采摘了。上面那个，你就早看了，熟的就摘了。熟了。
像这个百香果跟其他水果不一样，它是酸酸甜甜的，但是它的皮越旧，越证明那个水果越甜的。其他的水果如果觉得皮旧的话，觉得没水分，但是这个果就很特别。你看，如果再留多两天的话，它就没那么酸了。嗯。肯定要加多一碗饭，一碰它它就掉下来了，因为它熟了，掉下来了。它这个15块钱的胶鞋非常有用。你看我跟他同款的鞋子，去妹妹你这个挺时尚的。你看他跑到大街上肯定是一道风景啊，人家长得美。一开始怎么想到用视频是平时的话就不用怎么管理的，他都可以讲。嗯，里面这个百香果籽你看好饱满啊，各个水分又足。谢谢。是真的，对不对？嗯，我可以两个对比着尝着一下。嗯，感觉这个都比这个要稍微再黄一些。嗯，这个甜味就明显比这个要多一点。嗯，因为这个皮比较旧，皮越旧水果越更加甜。你还要搅那个河吗？我家那是一包烟嘴巴，我要吞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很不能吃这个？呀，好嘞，耶耶，嗯，掉下来了，多扯！这是相当于就是一种果苗都是半年就可以长果，然后果就3个月之后就熟了。到明天再摘，多了一天，它要熟多一点的。好的。如果是其他那些柑橘的话，它水分更加多，更重哦，更加重的。现在这个是算是轻的。摘上瘾了吗？这里又熟了，你看这里又慢慢长花，所以种这个百香果不停的有的熟，一边吃一边摘一边有收成。来，又熟了，走。我们已经爬鞋困了。行，我先把这些满的拿到上面去打了，然后再重新摘过。天天拿水果肯定要弯了。今天感觉到采摘过程之中快不快乐啊？还是蛮有趣的。如果大家喜欢吃九妹做新鲜的美味，就点击屏幕右上方了解更多。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九妹。